好，我现在想玩排位赛。21，等现在几点？我靠，才快9点就结束，那么排位赛每次人都超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玩我快一点。牙齿。非常的烂呢、啊。对了，玩第一次的时候，那我就第一个好吧。还有小 B， 哦哟，现在25分，然后呢，哦20点，没关系，现在才8点多，我还不用睡觉，我感觉。我现在只希望知道哪里有椅子。队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刻意的意思。我记得这边有很多张椅子，要赶快拆。藏书馆。但是藏藏，我不想摸鸡，因为我不喜欢摸鸡，觉得不好玩。我觉得拆椅子比较好玩，因为你拆的时候就像。金帽子都不会鸟你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这个死鸳鸯爱人，爱椅子呢？而且我又看到了，我刚过去，是这边要看一下，很好没有？没有，好吧，那我来喽。这边干什么？在哪里？看一下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哦，找到了，我就这了哦。我先顺便看看金帽子。哦、他是不是离我近？怕怕你。这边破译破你妈了！被监管的追了，叫我破译破你的头了！哎，妈妈，你在破掉？还是现在很不喜欢看椅子，现在喜欢看机器。你怎么忍心？拜托你不要认识椅子，我希望你跟椅子断就开。你怎么那么近啊？你怎么欺负你儿子？
我都没有破译中四，我始终破译比你破译。好累，我的心。那个是我还没拆掉呢，枪在这里，是不是要离开这里？还是离开那里？其实我不懂，应该是离开那里有娃娃，应该是那边有娃娃，不是我。我真的应该是没有娃娃，因为我刚发现我在椅子上的时候，娃娃在的时候也很恐怖，所以。有新的这个的不错，好的，刚刚我现在好像有针了，我好像现在想要治愈，有点不舒服。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，像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鞋，但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不是很喜欢，然后看到这个最喜欢。然后开了，不行，我要一个穿好的，然后走过去，我他妈来这边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我想死。心跳没有越来越大吧？那就尽快整眼皮吧。再说你眼皮，因为我现在拆的比较慢。反正这个美女拆的偏慢。我不想当做一个园丁，快点。哎，逃脱了！我刚想要继续。我的，不是爱看椅子吗？算了，关系。OK， 玩完了。我想再玩一次，没关系，那个熟度翻倍，我就不要现在弄。好，我看一下。现在不行。没办法领取所有奖励上，然后呢？你想要，我不算了吧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说你们的名字叫做什么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去查，我就在查找别人这边呢，直接那个好好的身体要找我，我去再找。这边有你们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马上跟我讲，我会跟你加好友。最近一同时扮演园丁，加一下好友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呢，你们有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跟我讲，然后呢，我就去加你们。好，那你们可以先加我，我的名字叫我非常的烂哦。好，你们如果加我，我就会回家。只是呢，我回家以后呢，我会再问你说你是谁。你说你是我粉丝，我一定会加，我一定会加回去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。